这么会玩梗，你们不要命了？咋射来的我也忘了，那时候的我都不提了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你是咋玩过这个吗？回去自己看我的视频吧，下期男友。唱歌的是王鹤棣，丢脸的是宋茜。哇塞 ，OG OG， 倩姐你要灯光吗？我们手机可以给你打光。人很容易犯错，屋顶会着火，嘚嘚嘚嘚嘚嘚嘚。又是你们两个显眼包。别着火，谁妈别着火，嘚嘚嘚嘚嘚嘚。孟佳慧说就多说点，我家做的蛮好啊。鸡爪，陈卓璇直接贴脸开大，我想申请跟花花合唱一首歌。合唱一首吗？唱一点那种怪怪的歌。怪就是你平常那种，平常那种。终于理解杨幂说的小贾一顿饭能演八次南湘了。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，发自内心的祝愿，发自内心的祝愿他从今以后像我的人生一样。我人生一样。唐海荣你闭嘴，唐海荣你闭嘴。 Nice。 毕竟他可是敢在黄晓明面前唱到台套的人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不要我觉得，我要我觉得老太太。我终于有一天鼓起勇气来打嘲笑我的人了。对不起小兵哥，感谢你。汪苏泷半夜坐起来，不是他有病吧？为什么我这个按掉了？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。为什么我这按掉了？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，一口香里藏家乡，人如海悄悄唱。我好难受啊！终于有人能让王鹤棣这小子尴尬了。好了好了，系统解释，你可能喜欢这样的打招呼方式。稳坐的人。你也敢动，本座会叫鬼不理。张艺兴第一次觉得一个名字烫嘴。唐不要吗？不要。啊不不，我跟你们说，哎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帅哥，帅哥，哎，帅哥，留步留步。不要帅哥，他叫吴凡。啊，好好好。那个吴亦凡，他叫吴亦凡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吴亦凡。吴亦凡，好。哎，吴亦凡，吴亦凡。对对。你喜欢读书吗，吴亦凡？能玩自己的梗真的是太酷了。重庆的谷歌有微辣、中辣、电台辣和，我觉得这件事情。白鹿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我，吃掉，吹口哨，啊，还有这吗呢？